下车走路了。你觉得风涌族会躲在那里吗？风什么？风涌族，我们都这样叫他们的。风涌族啊，好吧，哼，应该不会。我们得穿越那要塞，去另一头的废弃鹅矿矿场。因为，什么？因为战争结束后，卡克把数千具兽族尸体扔到那里。 如果风涌族跟兽兵有关系，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答案。走吧，马克思，这个兽族埋葬地，你去过吗？去过一次，25年前的事。JD的妈妈跟我去监督尸体的处理过程，那时兽兵的尸体已经完全被那水晶玩意儿覆盖住，而且那玩意儿几乎无法摧毁，所以他们就封住尸体，然后离开。 好，那我得问，你觉得兽族回来了吗？我还不知道，这是变老的好处之一，你不必事事都得有意见。等等，那是什么鬼声音啊？我们会找到答案。听起来不像是动物。我没说过它是。喂，这里有水。 我很肯定那会让你拉肚子。就当我会活着吧。什么鬼？我觉得我们上面有东西。嗯，我知道，保持冷静。哦，该死！各位，封焰就快来了。从右侧前进。 最近的确是，枫叶过去之前，我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。那是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。看看会走到哪里去吧。它会发光。呀，走这里。这是什么？ 是我全身都是这玩意儿。你在发光，所以还好。来吧，爬出那玩意儿的东西，往这边走了。等等，那里面有东西。把它揭开。这主意不好吧，爸？我也觉得。 真恶心哎！是吉恩的失踪者，看来我们找到他们了。他们在收割我们。如果这就是他们抓到的人的下场。 天哪，那我妈她……凯特，喂，别这样，我们会救回她的。我们得找到那个矿场，走吧。又是卵夹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管这是什么，都不会是兽族，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东西。马克思菲利被难倒了，这可不是好预兆。 在屋顶上，我早说过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喂，别再弄破卵夹了。喂，他们不是青春痘，别再弄破卵夹了。
下。我们到这之后，那东西就一直跟踪我们，我要把它引出来。什么？怎么做？好，好办法。当他跳出来，就杀掉他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相信他就这样把他吞下去，郑哥，哎，好，别说了，他走了，可是他还没死。他们抓走人类，然后利用他们。我们知道那程序需要时间，所以现在我们去追我爸。我们需要他。如果我们追不回他呢？那么，我想我们得孤军奋战了。该死！好吧，那现在呢？去他们带他去的地方。是哪里啊？就是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，兽族埋葬地。好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去追带走我爸的那个玩意儿。都拿了。各位，往这边。要塞深处走了，那我们也是。哦，天哪，又是那种卵夹。夹了，那边，这里都是他们。到位，很好。我厉害了，真不敢相信，我们也会抓走人的怪物，有从卵夹跳出来的东西。而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哼，还好不是只有我这样想。你还好吗？应该还好，不过这下面有好多那玩意儿。你能回上面吗？不行，你们得下来，只是要小心点。天哪，你可别开玩笑。我们得离开这里。所以这些卵夹是孵卵器，我们得放进去
然后他们跑出来，我们得找到我爸，而且要快。这门上有粘液。啊！我嘴巴好像沾到了。味道如何啊？你觉得它味道会怎样？可能很糟吧，因为……啊！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在那边，就是那个。快点去追他！糟糕，又是那些该死的玩意儿。哇，真是惨呐！很好。安全了吗？啊，应该是。现在我们安全了，很好，快点走这边。哦，可恶！什么？该死！收到。我们得为安全了重新下定义。来帮我一下。所以我们要去追这抓夺兽玩意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得找到我爸、雷娜，还有被抓走的所有其他人。好，可是万一他希望我们去追他呢？那他就犯下大错了。喂，那上面有个粘液泡泡。它里面是什么啊？那一定是我爸的无线电，快点，他肯定在附近。这个我要了。那边，他闯到电车站去了，我们走。这个，谁快去关上那玩意？该死，数量真多。又解决了一个。昏过去了，他们到处都是。真快，很快还很生性，去死吧！太好了，别跑那么快。他们源源不绝啊！该死，说得真干净。好，结束了。我们赶快去那电车站。
原本是谁的？卡格的吗？卡格以前把这里当作战地医院，实际的要塞在成立之前就盖好了，类似国王巫师的时代。国王跟巫师，听着，我在尝试给你们这里丰富的历史背景。来看看它有什么功能。搞什么？都解决了。我不喜欢那些家伙。他们刚从兽族洞穴爬出来吗？我觉得不是，看来像是某种巢穴。我准备要上场了。该死！快点，穿过那门。在上面摆更多，剩下软甲来当掩护。说吧。
了一个。我觉得我们该赶快离开这里了。要不要谈谈刚刚的事啊？真是巢穴了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看来他们在转化。等等，你是说类似进化？得花很长的时间。某些昆虫的幼虫只要几天，甚至几个小时就能转化成成虫。那么，幼虫跟成虫，什么东西的幼虫跟成虫呢？我感觉我们就快知道。本场那是个好预兆。该死，又有巢穴，得扔个手榴弹进去。很好，天哪，这玩意儿真令人怀念。动手吧！左边有狙击兵。是狙击兵，发现巢穴，该如此。丢出破片手榴弹，都清光了，是新的还是旧的定义啊？走吧，我们去电车站。拿到了。这是我的啦。出现了，是马可斯的无线电。那就不远了，快点。那边。该死。可恶。好，你这大家伙。放轻松，这可不妙！快进掩护！小心刺针！
糟吗？现在我们还得烦恼这些猛扑兽。啊，而且照今晚的趋势看来，哼，情况只会更糟。喂，我们等得越久，那玩意就越难追踪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会追到哪里去。啊，我永远不会习惯那玩意儿。好，出发！啊，该死！电车在这里。啊，只要它还在跑，应该就没问题。我们到了，至少电车还在轨道上。真的假的？平衡锤在拉着，去吧，这里我来。哎，你还好吗？嗯。不好。抱歉把你爸牵扯进来，要是早知道……别说了，凯特。早知道去救我妈，代表你可能会失去……哎，我们还没失去任何人。这玩意能走快一点吗？只要平衡锤还拉着就不行。平衡锤是吧？